现在我在等客人过来，那个小哥他有点事，他迟到了。我的猫那个洞洞。放心吧，小哥哥，我不会因为你迟到而狠狠的扎你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一个半小时。转印征。要什么不舒服的及时跟我说哈。我还行，你妈肯定内心在想，快点吧，你还磨蹭啥呢？好吗？没有狠狠的扎你吗？我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，我感觉你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吧。我喷泉你也是喷泉，都说我也喷泉了。你是什么喷泉？说里面呗。我已经开始在刷纸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卷死你们。我一直没看你接受我。呀，算了，被你年龄大了。呀，你脸又圆了。真讨厌。下面这个英文是心之所向吗？你为什么想门跟这个？我的情感和我的行动比较适合自己。这个双子座的人，那个想法一点不跟。啊，对呀。那对象是不是也会这样？有些东西明白就是。只和意会不可能。笑死我了。那你女朋友是什么星座的？巨蟹。啊，巨蟹很会照顾人啊。狮子很细腻。对，巨蟹很温柔。我也是巨蟹的。快一点。这个上午好像就没有了。还要提个白，提白也是几分钟。结束了，看到心之所系啊！一起看看成品吧。终于干完活啦！刚刚把小哥送去电梯口。我们的心里都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心之所向。愿小哥哥心之所向便是阳光，无所畏惧便是远方。记得点赞关注哟。